大家好，我是 Vivian， 欢迎来到 Vivian 的三语小课堂。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讲广东话里面有哪些常用的俗语提到了身体的部位。第一个是小指尾，小指尾是指小指，英语叫 little finger。 我的小指很痛，我的小指尾好痛， my little finger hurts。 他戴了一只戒指在小指，他戴了只戒指在小指尾。 He wears a ring on his little finger。在粤语中，小指尾意为小指。此外，粤语中的小指公是指大拇指。第二个词语是脚骨力，脚骨力是指脚力，英语叫 leg strength。 他的脚力很好，怎么走都不会累。他的脚骨力好好，怎么走都不觉累。 They have good leg strength, so they are not feeling tired no matter how they walk。 我的脚力不够他好，我的脚骨力不够他好。 My legs are not as strong as his。 在粤语中，脚骨力是指脚力的意思，一般指走路的耐久力。此外，粤语中的两步脚一般用于形容路程很近，急急脚形容走得很快。第三个词语是手板，手板是手掌、手心的意思，英语叫 palm。 他的手掌很大，他的手板好大。His hands are big。 我的手心很痒，我的手板好痕。 My palm is itchy。 此外，粤语中的脚板底是指脚掌、脚底。今天我教给大家广东话里常用的粤语俗语，现在我来请现场的小姐姐和我们一起复习一下吧。手指尾，手指尾，脚骨力，脚骨力。我们再来一次。好的，脚骨力，脚骨力。第三个，手板，手板。好了，今天的 Vivian 三语小课堂就到这里了，请你继续锁定新动力600国际台，每周三次，每次3分钟，教你轻松学语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